腿纹成那样式，花里胡哨的好看呢？你懂什么呀？这是个人喜好。将来你要结婚了，你老婆不都得嫌弃你？那你男友能一样的了？你这么的，我就跟他说是遗传。你给我滚犊子！要不然把纹身洗了吧，也不咋好看。洗了干啥呀？怪疼的。这么热天吹电扇呢？还穿衣裳？我有点冷，我还有点感冒。哎呀，你就是烧心。哎，我心热。哎呀，你就烧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干啥？哎呀妈，啥时候纹的？什么啥时候纹的？是你给我整的？不是我长得真帅，是不是？嗯，好看，帅，好看，好看，太好看了，挺好看的。逼他们给我扯犊子，他们洗去。这整的啥也洗不掉啊！你待两天自己就掉了，挺好看的，我觉得。待两天就掉了？那就能停两天呢？能几天呢？